你喺其中啊，因為我哋咧陳賢明牧師咧帶埋佢兩個仔女咧從新加坡咧揸車上嚟，平時揸車三四個鐘就到，佢嗰日揸咗七個鐘，因為咧係好多車嚇，咁啊再加埋咧喺原本 Esther 同Amos 屋企咧好多嘅弟兄姊妹嚟拜年。好多佢自己三個女，有加埋佢嘅 Amos 嘅媽咪又喺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係好熱鬧，好熱鬧，好熱鬧。我哋次次食親飯咧都二十幾人嚇，咁嗰日最後嗰晚咧，佢哋都為我慶祝生日咧，我哋就食完飯咧。其實食飯之前咧，我就有 take a shower， 佢哋嗰個餐廳就喺我哋住嘅酒店下邊。咁食完飯之後咧，因為嗰度我哋冇房嘛，咁我哋就話：不如上翻去，我哋啱啱 book 咗一個咧，係有客廳嘅一個酒店。咁咧嗰個酒店咧，我哋就請我哋啲二十幾個又有小朋友，從零歲嚇開始咁咧，零歲至十歲，十歲至20歲咁樣一個 group 一個 group 咧，我哋咧唱歌讚美主。咁我落去之前咧，我 shower 嘅時候咧。就神咧就喺我 shower 緊嘅時候咧，俾咗一首歌我。初頭我仲以為呢首係咪一首我哼緊一個舊嘅 melody， 但係後來發覺咦唔係喎，好似係一個新嘅 melody。咁我咧就一出嚟我就填咗一節咧，跟住牧師咧就我話你填第二節。咁我頭先咧聽完大家講呢個見證咧，我好想咧同大家唱呢首歌，作為一個咧回應咧，俾我哋嘅天父爸爸，佢實在太錫我哋，並且咧太信實、太榮耀、太偉大，阿咩？邊個有收到我頭先咧 WhatsApp 係咪啊？德華幫我咧 send 咗俾你嘅 ，send 咗俾你嘅，你收到咧？你隔離嗰啲冇收到嘅，一齊睇好唔好啊？我唱一次俾大家聽，同埋牧師。然之後我哋一齊唱，我哋起立。好，就翻嚟嘅飛機上面咧，我哋仲作咗個副歌，不過副歌咧太多，我頭先咧打唔切啦，所以咧下次再教大家唱，我哋再嚟唱一次好唔好啊？我哋唱完一次之後咧，我哋升高一個 key 再唱，好唔好啊？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献上我的一生。赞美你，服侍你，荣耀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献上我全所有，为你用，无论你怎么
我哋仲可以眯埋眼，唔好厲害。我咧嗰晚呢首歌寫出嚟嘅時候，當我唱咧，我覺得我自己都控制唔到啊，流眼淚咧咁樣流。我覺得我哋頭先咧聽完咁美好嘅見證咧，我哋能夠講乜嘢咧？我哋將呢一首歌咧，就係當為我哋嘅禱告咧，獻俾神。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献上我的一生，赞美你，服侍你，荣耀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献上。香港各地都从国内也带到这里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来服侍你。我们谢谢你的作为，主，今天我们看到你在六一所成就的，我们都可以有份，这都是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愿意再次的委身摆上自己，求你使用我们，无论你要怎么用，主，我们都愿意。无论我们是做清洁的，我们做祷告的，做讲道、做教导的，我们都愿意摆上我们的自己每一份，无论你要怎么样用我们，我们都愿意。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，愿他我们摆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好，大家请坐，我讲多两句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